所有客人你咧叫的啦，伊嘛进来讲我的存在，这样子，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？但不是客人，你早就夭死啦！你今仔日对他伊，叫做我问你，你是哪一叫我？你笑我面？你讲迄是干官？你敢知影？迄个人是我小妹大哥！哈哈哈！到这来呀啦！十二月三十我这边啦，我故意的，因为我看袂过，所以我目睭来照你。我爱珍珠，竟然你无爱我，伊欣赏的嘛是你。你要金龙，你算什么？大行我胜过我，所以我唔甘愿。而且你即摆阁新岛主，我真要害你死！咱都是兄弟，什么人做都做袂用同款哦，兄弟咧兄外亲啊！所以你条人设计，我困啊我听，好我去台湾小妹投歌，好我小妹对我袂谅解。你哦，什么？我听讲，佮要你来外滚安怎？好，你敢要加一块啊？哟，加一块，我要害你死啊！照顾珍珠，为师我就是。